比较强。对啊，极难实在是没有办法吧。自从换了极难之后就变这样了。我看看他的这个枪。Now this thing is 地雷发射器哦。好像很厉害、啊。拿来炸其他只。先检讨。这新怪真的是很强。带着枪前进才不会输。没有补血的。哎，他可以直接捡了，太好。哇！不是很方便啊，这个枪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卖一点东西啊，背包很满了。最后一个在那边，被发现，又被发现，逃了，先逃了。守势者啊。哇！哎，新的动物，好胖，好胖！什么？是什么？山羊，超胖的。晚上了，晚上都黑蒙蒙，然后又有白雪。实在是有点难看路啊。Before I even breathe out. 眼花缭乱。红颜守护者。胖胖羊。来，先去捡东西。也太花了吧！超级花！欢迎呢 ？I'll tuck that away。我都要看不到路了。可以不要这样吗？
很刺眼呢、欸。我想走错边了。Good for an old remedy. 需要墨镜。紫色零件是干嘛的？不是线圈，那个是我现在正在解任务的吧？场景色的东西吧。我又马上被发现，我真的是。我真的是太不小心了，我。我居然已经进化到会修长柄手了，真是太厉害了。喂、okay, right. oh, 弄错至少没有人看到。我居然真的修好了。好嗨，修好长柄兽。Now we need to climb that tallneck again. We need to find her. 这里应该可以吧？我要再等一圈，就是不急。我看看哦，它的走向是不是还有其他条可能可以跳上去的路？那边感觉可以，但是满满的敌人呐、啊！不要不要不要！我们有耐心一点。哎、欸，在哪？糟糕！糟糕！好、哦，这边。我们有耐心一点，等他绕一圈吧。在这种大雪的时候。情况实在不是一件很聪明的事情，什么都看不到，融入背景了我。还会有剥雪的动作呢，哈哈，那边好凶险。对啊，刚刚去那边太困难了，他也绕太大圈了吧，199万，你要绕去哪？回来嘛，嗯，应该走回来了。
climb up to its head. 爬这个就不难啦。而且这一只算好爬的。嘿，告诉我你的资讯吧。是不是解锁整个区域？好，等一下，我下来的地方似乎不是很安全，救命啊！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往哪里跑，总之先跑就对了。安全了吗？哎，看起来是没错的。东西都出来了，就不知道什么背的。好，我们继续前进，往水满为患那边前进吧。欸，他在猎猪欸，没我的事。我现在只希望赶快白天，不然我真的要眼花了。欸，这里有一个小聚落。哦，这里是早上来过的地方，凯尔加猎人的地方。Need them soon enough. This is not. Oh, actually, I didn't go far away. It's all around. It's too dark, so I can't see.收集了一些药草。Cold, very cold. I get it. 我觉得我可能需要穿巴努克那一套，不过我要是不穿织的的话，应该马上就挂了吧。这边的怪打人基本上都可以秒杀的。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《七老熊》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